可为什么我迟到的只有苦味儿？23年嘛，我人生的目标就是做一个让你觉得骄傲的儿子。可直到现在，我发现我不再是你儿子了，好像人生失去了目标，或者也没什么意义。不过我知道，我也特别谢谢你。 在努力地忘记，我不是你亲生儿子的这个事实，甚至把家产都给了我。可是有些事，你越想忘记，就越难忘记，越容易出现问题。我们都不要再掩耳盗铃了。我不是你儿子。 你也不是我爸爸，爸爸的姓梁。儿，他是个混蛋。儿，你不要叫我儿子。儿子，你不要叫我儿子。我要找你的儿子陈浩峰报仇啊！报仇！不要。蔡文静，你在干什么？站长。 没事，行吗？去吧。我来就是想问问你，过年那天晚上你到医院干什么？哼，我有必要告诉你吗？你必须说清楚。交警大队来人，我会说；刑警队来人，我也会说。可是你来了，我不想说。你心里有鬼。呀呀呀！谁呀？这姐姐刚走，妹妹就来了啊！陈浩夫。 你最近红啊，魅力不小啊！小姐，你别乱说好不好？我才没乱说呢。
去。马上过来。哎，我不去，不去，不去。话啊！不去，去吧，去吧。给我。哎，干嘛？是你，就是你。那天晚上在医院数据库的人是你，毁掉陈叔叔数据资料的人也是你。你不要以为你戴着口罩、穿着白大褂，我就认不出你来了。我认得这根手链。文金妹妹，我先请你回家，好吧？我不想解释啊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你说什么呀？我听不懂啊。我明白了，一定是你在元月六号那一天害得陈叔叔病情加重，所以你做贼心虚，毁掉了数据资料。佳姐，这叫转运猪毒啊！整个长沙市有十万人戴，今年很流行的啊！你凭什么说那个人是我呀？我会查清楚的。昊天，你不能这样啊！我当然不能这么做，因为陈浩负责任陈家的种。昊天，这和血缘无关。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养伤，其他的什么都不要想，也不要管。我的手没了，你让我不要管；我的命差点丢了，你也让我不要管。为什么？这就是跟雪莹有关。可是我要报仇，你却跟你没关系。怎么会没有关系？你们都是我的亲人。今天这一切的发生都是我的错，你要是心里有苦有恨，就都发泄在我的身上，不要再去找浩夫了，好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到现在还要替他说话？你以为他真的会把手切下来吗？啊！那是孔刘，今天是专门来骗你的。好骗，骗我的，他骗我的，我又能怎么样呢？现在这个家已经是这个样子，再也经不起折腾了。你要去找浩夫报仇，那你总不愿意老陈醒过来之后看到陈家的两个儿子。陈家，我是陈家的人吗？我要是姓陈，他敢撞我吗？昊天，浩夫他是撞了你了。他是错了，他是该死。可是，昊天，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我们就不要再去想他了，好吗？我们就想他不是故意的，他现在已经是……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诸位，他当然有理由这么做。他现在这个样子，就是陈浩夫害的。他怕爸爸醒过来，他带董事长的位子就废了。他怕爸爸会追究他杠毙自用，他坐庄炒股亏损了佳佳好一半财产的责任，谁来负？他知道爸爸不会放过他的，所以他就黑心敛费，他就丧心病狂地关掉了爸爸的氧气。而且这一切被文金查到了蛛丝马迹，陈浩夫撞的不是我，他撞的是蔡文金，你明白吗？你知道吗？你，昊天，你说这些话有证据吗？